好了，各位欢迎收看这个奥利莫利的第205周吧。我一个月没播，已经到205周了。今天一样是由我对为大家带来这奥利莫利的比赛哦。今天这奥利莫利的报名的人偏少，只有16个人，只有16个人。然后我们一开始一样是跟着这个 Nice 大神 Nice 的比赛，我们这边马上进这个比赛了。第一张地图来到了这个氧化物质，氧化物质，没有声音吧？哎，完蛋了！这个界面居然……哦哇哦！好了，三战两胜，这个波三的比赛。地图右上角蓝色的神族选手是 Creator， 左下角红色的神族是 Nice 开场一个，把传送门放在下面的一个开局，放在二矿口，然后准备来打一个单兵开矿。但 Creator 这边其实很早的就派出他的工兵出去做侦察。我是开什么模式？受伤模式啊！受伤显示，已经有点久没播，有些设定刚刚又跑掉了。好，上来看到 Nice 是一个单兵的开局，这边应该会选择封门哦，封门，封他这个二矿的一个打法。我们看 Nice 这边怎么应对。先放下夜空者的信，然后这边有要做狂战士吗？我做了一个狂战士，这边二矿被干扰了一下。Creator 家里应该是一个两边开矿，所以他完全不必担心跟二矿被骚扰。这边看 Creator 后续要准备打什么样的战术？根据我观察多年的经验，有可能是两只教士吗？好，这边让这个水晶塔也建造完成了，建造完成。那这边对，哦，不对，是两只追猎哦，两只追猎。这样子，等一下有可能会先去做个前压。那我刚开错台了，这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。这边哦，居然让这水晶塔好了。Nice 也看到了 ，Creator 是一两只追猎的开局，全部都看光，全部看光。那看 Nice 这边后续选择，星际之门，教士也来了。这应该是要等一下看对方有没有开矿用。Nice 一样是把二矿也放下去了，哎，这边取消了。他把他的电池取消，然后选择把这个口堵死，放了兵把口堵死。那 Creator 视野，其实 Creator 外面什么都没有。Creator 还是放下二矿，然后把这个口稍微给堵住，不想让 Nice 的教士进去做侦查。Nice 这边卡了一下人口，不对，是卡了很久的人口。好吧。人口啦，奈奈斯斯奈斯，好，两只追猎带着两只教士过来做全压。奈斯这边因为刚卡人口，所以第二只兵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然后，电池啊，电池好啊，电池好了，没有装。但是人也要快没了。哎，其实刷这边刚 create， 如果有空的话是可以干这个，干这两只作业。看我不要打到 S， 施工剑出来了。但这边如果被打，这口被破的话，这教士可以上去的哦。好，施工把一只作业给打了，两只教士上来。哎呀，开炸！两只，他们很过分，没有开。
那个不必见面，没关系。哎，这边你过来，教授也过来了，什么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那次还在做虚空哦，还在做虚空，第二次虚空了。看一下，就一个兵营而已。但 Creator 这边已经在升闪现追猎跟一攻了，感觉那次偏劣，偏劣，或者怎样，偏劣。Creator 什么都有，一攻跟闪现追猎都在做。这边还放了个电池。我觉得今天的画面这么奇怪，那中画质的关系特别亮，太瞎了。哨兵，哦，果然要干大事，要干大事。这应该是要打一个虚空的一波，虚空的一波，虚空一波。哎呀，好了，应该直接造灵镜了。灵镜，好，可以直接建造了。我看一下，今天凤凰进来看到可乐的 VCBF 的兵营，其实可乐的兵营也在补了。但我觉得可乐如果发现的话，他早有下电池，这一波应该很好扛。哇，看到了三次虚空，然后没有三次气，别的应该懂，应该懂。这边马上又补了两个兵营，那这边要准备出门了。出门，眼镜也在路上，这边又一个幻象凤凰，看到三次虚空，还要临近，有应该该看的都看到了啦。我、哦、下了一个引刀塔哦，这边马上补了两个电池，理论上这个应该打不太进去哦，应该打不太进去的。上面还停了五只追猎者，我、哦、直接在门口补电池啊，补了两个电池，还在要往前继续补吗？哎，被隔了一只追猎者。怎么可能上得去？你在骗我！我看奈子后面有没有，他没有 OB， 没有接 OB 的。哎，这么凶吗？这么凶吗？还有电池开了，打不进去。再上去，再上去，这个电池还有，这边虚空的这个能量还没有再打开哦。超力把引刀，超力把引刀在外面了。电池还在哪？电池还在哪？引刀来了，引刀来了。那但是家里是封死的，这个引刀没办法第一时间去砍奈子家、哦。正面其实刷一把引刀，正面这个压力应该就没什么了。追走往前跳，点掉一只虚空，两只，两只虚空，点掉两只虚空。看起来应该是打不进去了。你以为你在打虫族吗？这个电池对自己人是没有用的。好，刷引刀了，刷引刀了。原来是被引刀砍起来的同时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 A 了。嘿，恭喜 Creator 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哦，哇哦！我真的觉得我快瞎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今天好亮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那一只正在看战斗录影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赛程表。目前 Set 是弃权的，这个 Spear 也弃权的。我感觉今天这 Oli Molig 会很快啊，不错不错。我记得上次阿吉来播了一次，超级快，两个小时就结束了。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播的时候，好像都播三四个小时。今天人族很少，人族很少，应该不会打太久。我们这边等一下，看等奈子选什么样的图哦。
啊，叉烧开了没？这个图审这么久。感觉刚刚这张氧化物质好像不太适合打这种一波、啊。第一个是斜坡，有斜坡；第二个是人家二矿上面范围超级大，真的是超级大，完全是摊好阵型的在跟你打、啊。第二张奈子选择了光与影哦 ，Light and Shade。先把画面切了，免得我忘记哦。其实我在 AG 这边播的时候都比较少忘记切了，为什么？但是一直忘记切。好，地图来到光与影哦，右下角蓝色的神珠是军乐公路 Creator， 目前1-0，暂时领先。左上角红色的神珠是 Alpha X， Nice， Nice。那你那张有变强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但他，我觉得他也是在逃避这个主流最主流的打法，拼球的部分，拼烈光球的部分。嗯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出一些凤凰去对应对这个烈光球的。也不说这个不好，我只能说他有他的想法。就是我跟随的工兵居然在挖矿。讲太对了哦，裸霜，哦哇，他 creator 是 BG 侦察，看到嗯，真巧，我知道 nice 的工兵会跟着 creator， 他不能让这只工兵出去也亚之类的东西，他跟着他，好，刚好就这边 nice 有做细节，把工兵，你知道把工兵粘着这个瓦斯场，对方就不能封你的瓦斯了。就不能了。那这边一样是过来做侦查，上来看两兵营跟 BY 都看光光了。上来看一下，那这边也是接两兵营。我看 Creator 这边要怎么做？我感觉是要做两只追猎去做前压了吧？追猎，追猎。两只都是追猎者、哦，而 Nice 这边接工者现在刚下，毕竟是一个裸中的打法。看 Creator 这边那怎么打？他唯一一只在外面的工兵还在绕，也没有要野见逐步的意思。这边家里做了两只追猎 ，Creator 应该不会开矿啦，我自己觉得好。星际之门，对，两只追猎接两只教室，后面是星际之门，然后奈子这边开始可能要巡一下四周吗？好像没有选四周。嗯，奈子这边加速两只追猎者，后面还在接追猎，因为经济师已经慢慢的要领先了。大家看到了这个经济，这追着那只追猎跑，追着是一个 VS 星际之门，然后开矿，开矿的一个打法。那这样就要考验 Nice 前面守这个这四支兵跟后面的应该是先知剑，先知剑守的怎么样了？Nice 现在他后手放了一个星际之门，重新追猎，发呆，有只追猎刚在睡觉，完蛋了。啊！我怎么觉得整个全家就要把 Nice 打死啊！我的天哪 ！Oh my goodness！ 还点歪？
十六只，六只工兵，后面先自来了。那是昨天马上往主控走，是要感受到对方是一个先知剑的。我来了，一只，在阴影中。那用上七只工兵哦，我们看一下工兵数量。现在 Nice 其实还是稍稍的领先了一支工兵，而且工兵进度还是比较快的。但是这边奎勒已经放下接招场，也上一个定时。啊！又来杀了！来一只，用上十一只，所以这一波。这波这教室是杀了几只？四只，对吧？原本是七只嘛。啊 ！Oh my god！ 凤凰单挑，哎、欸欸，啊！绕兄弟，完胜得分。后面做料，奈子已经落后了四只哦，四只。然后这边，哇，又卡人口！又卡人口了，哎，这样干嘛？一波过去了，一波过去了，两 BG 的一波，一波压制。奎尔这边可能没有想到哦，我在补兵啊。哎，第四。这边有一个这个，这边有个这个，这边有个这个，要被定啦！要被定啦！不要再进去了，奈斯。哎哎，还好还好还好。现在刷，后面的电池补好了。他可以家里的电池比你还多啊！Oh my god！ 这个 Nice 敢不敢下一个珠宝？开个超级电池跟他火拼！追者数量八比七哦，八比七。等不朽者出来 ，Nice 就很难打。凤凰在土矿杀，杀杀太 ……Oh my god！ 他连这个工兵也杀这么久，我天哪！怎么样？还是没救，看来是没救。好，回家了，浪费了两个电池跟一个兵营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先知进来，中间节，翻一翻。二矿这边也是有个电池，所以问题没有，问题没有太大。问题没有太大。那奈斯会不会举报我？以后不让我播拉比赛了。死亡凝视，问题不大。凤凰再来杀，现在也杀了不少回啊，但其实不够，不太不够多，因为。这边 Creator 的科技明显是比 Nice 还要优的，暴力台，来来来 ，Jump， 哎呦，我差一点，但是真的要冲锋。看起来是要转狂战白球吗？没了，这边则是兵也补了，开矿六兵营，然后像他这波就是来压制奈泽的三基地哦，他不想让奈泽把三基地开得太轻松，因为这波 Creator 的兵明显是比较强壮的。接下来打一根兵走。但是对方已经找到三矿这个地方了。为艾尔而生。哎哎，七只不朽吗？
哇，太过分了吧！居然这样就吃了一只不朽。你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 ！Oh no！ Oh my god！ 狂回来，但是这个正面已经打不赢哦。继续，我们是 Creator 拿下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，比分是2-0，把 Nice 给斩杀了，斩杀了。下一场我们看一下吧，要么就是 Time 打 Creator， 要么就是我们看鸡哥打 Ragnarok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精彩比赛马上回来。我看一下。